我们这个等很久嘞，之前小黎说要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哇，我们来支援。那个惨叫是怎么回事？小黎好猛，好可以。小黎好猛。没有按到，没有按到，有他那个会有点累。好，来我们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左边小蔡的是前臂对上右边神龙。哇，连段有。我都不知道讲什么，好久没有帮了。讲好了。先跟你讲，先跟你讲。好，一个空杀。那个猫现在一直在打小蔡，一个不会对空哦。好，一个重脚踢，踢到了踩脚，抓一下，再踢一下。哎，没有，他没有做继续的连段。小蔡这个部分呢，一直躲在墙角，然后这边暴毙，没有做，我想要打背，啊，没有打到。我现在想让小蔡的血量有点危险。好，一个钻这边。雀法没有雀法，对啊，那个是直接可以下中脚接了一个雀法。快打我自己是选快打棋啊，我看因为看到那个会棋，我就不选了。我是选快打棋，因为我没看到会棋。对对对，我是没看到会棋，我就直接选那个啊，那个龙的接引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哎，挡住了，跳路哦，这边鼻涕连断有。不留 BT 啊，这边先抢一波血啊！不过这个阵地波小蔡没有反应到，因为以现在大部分千面选择，他们会通常第二次会留下来做 set 啦。好，这边出了一个 CA， 哦，第二，他想要踢膝盖啊！哎呀，他不是我啊！好，这边一个 CA 魔鞋，哇，没到！现在双方放枪，双方都放枪。我不是住在北部吗？对啊，我这次是特地跑来南部。参加聚会啊，他还不来。然后这一场有没有拿下一胜？好，神秘吸烟。好了，现在神秘吸烟啊。好了，好，现在第二局由刚刚摸的古代人先取一局哦，红叉下来，哦没有到，哇，下中脚这个踩，哇，落地一个摔，切入之后后抓远距离，摸的神龙反应非常好。下来，哇！双方点下来之后，哇！小蔡一直点，哎呀，双方的雀反跟连段都没有做得很好，可惜有抢劫的机会，冲进来，哎呀，只有中枪，小蔡做了一个放枪，神龙近角落的一个压制中段，神龙打回去漂亮，下来一叉空叉，好，现在先包，哇，这个神龙太漂亮了 ，Cannon Spike 下来。没有气，只能踩了一下地。哇！这个下中拳，下中脚神龙，太猛啦！哇！小蔡，摸的脸都绿了。小蔡打了一个他自己都措手不及的东西啊！打一个自己都看不懂的东西、啊。好，歪那个中拳点小，然后我们这样看，你会一直听到小蔡按按钮的声音。哇！这个轻拳确认。哇，摸的反应也非常好哦。好，摔前摔角度之后 ，Cannon Spike 起身，一杀空杀有，哎，确认，可惜血没有出来。刚血下来的话，这血量优势很难追哦。好漂亮。刚那个重拳开 BT 那个是有点太远。好，最后一局哦，现在摸的资源其实满的，小蔡已经把他最后一条资源在开场就用掉了。Cannon Spike 没有中，下中拳，下中拳 ，Spike 打落下来，哇，那个中拳插合，中脚点，哎呀，这个突袭，一叉的一叉砖可以雀，好雀吗？一叉砖好雀吗？这个因为很少很少，因为它钻到背后嘛。应该跟那个吧，那个 VT 砖差不多的那个感觉。好，下来，哇，小蔡，这个再差一点，摸，哇，打背下来，哎呀，可惜，哇，1-1，小蔡有威猛啊，这一个失误实在是太惨了。
对啊，1-1。没有，因为刚刚应该是要接下中拳，可是摸接到下中脚，那个下中脚是接不到的。好，雀凡两下下中拳，可惜。我会这边会比较建议小菜最好是不要乱动，因为古代人的拳脚其实蛮强势，但是在距离上是距离上应该还是铅笔比较远一点的。对，当然虽然说墙角硬度不能比。哇，那个阿妈确认。哇，这个是掉了。哇！点。那个按钮声音非常快速哦。Round two。好，摸现在三波点。哇，这个空阵的一个。对，空阵的一个流氓拳哦。下来，哇，压着漂亮，下来快要晕喽，再插一记下中脚，哇，这个才随便乱动啦、啊，可惜，哎呀，但是摸，对，刚刚那个失误，那个一般接不太到，哇呀，最后踩一下 CMA， 我们恭喜摸。好了，我们这场那个主持人的战争呢，由我们的摸拿下了一胜利哦。